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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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等埋一陣，等多陣，俾多一分鐘。testing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好舒服喎呢度，好似帶衫嚟跑步啦。有冇肉酸啊？咁樣孭住，都唔會。你想我放低？我唔係影得好多嘅。哦，淨喺呢度。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嗱，我冇得 selfie 啊，冇計啊，真係靠你哋。個分都上一個嚟。 警察通例裡面嘅傳媒代表嘅定義修改咗。係。你作為政警署直，事先有冇收到相關嘅通知呢？因為知道協警其實一路都有TVRB嗰啲開會。過去有冇溝通啊？冇開會啊。係咯，溝通啦，即係即係冇傳溝通啊。有冇即係商討過類似嘅事？其實即係對你嚟講，即係有啲人就覺得好突然。其實第一早其實警方已經鋪排緊嘅咧，即係從可能佢哋喺處理一啲衝突喺度 handle 嘅傳媒嘅時候，話橙線發行罪令點點點，或者係8月10號，佢同嗰啲處理一啲衝突喺度聽到一啲傳媒嘅時候，話橙線發行罪令點點點，或者係8月10號，佢同嗰啲處理一啲衝突喺度聽到一啲傳媒嘅時候，話橙線發行罪令點點點，或者係8月10號，佢同嗰啲處理一啲衝突喺度聽到一啲傳媒嘅時候，話橙線發行罪令點點點，或者係8月10號，佢同嗰啲處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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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啲傳媒嘅時候，話橙線發行罪令點點點，或者係8月10號，
的传媒组织公布将会更新警察通例之下传媒代表的定义。事件是引来多个的记者组织和工会是强烈反对的。我们今天原本就是出席来采访这个陈彦霖的一个追悼会，就遇上这个香港摄影记者协会主席陈奕超。我们可不可以问一问主席，对于警方今日嗰个嘅信件，系咪事前其实协会系完全唔知情？今次嘅改动其实系点样嘅咧？事前我哋完全冇收过消息，话警方会提出修订呢个警察通例入边嘅任何有关
呢、这個攝影記者協會或者係記者協會之間一啲任何嘅修訂，完全係冇通知過我哋嘅。咁之前其實佢哋都會有啲恆常嘅溝通啦，我哋咁啊就住8月10日警方佢哋搜查呢個蘋果日報大樓嘅時候咧，咁就曾經喺封鎖線入邊設立咗一個記者區。咁其實嗰個記者區入邊咧，我當時身在嗰個記者區入邊嘅，咁其實我係完全睇唔到個大門口啦。我所見到嘅就只係有呢、这個李桂華嗰、那個負責嗰個警司啦，同埋見到好多警察佢哋嗰啲流動廁所喺入邊。咁其實如果我哋真係要影嘅話咧，我哋唔係要影到呢一啲畫面。我哋希望佢真係設立到一個採訪區，係可以俾所有行家都可以清清楚楚影得到我哋大家想要嘅嘢，唔係話有一啲傳媒係可以佢哋企得前啲，可以行得近啲去睇得到，而係要一視同仁，所有行家你影到乜嘢，我就影到乜嘢，唔存在任何有什麼獨家圖片啊畫面嘅嘢。咁對於今次嘅改動咧，即係原本舊有警察通例嗰個傳媒代表佢哋嘅準則咧，就係講到話你有報館啊、通訊社等等嘅身份證明文件啦，有記協證啦，即係香港記者協會嘅會員證啦，又或者係你哋協會香港攝影記者協會嘅會員證咧，就可以 count up 係傳媒代表。但係咧喺新嗰封信咧，就係寫到就話，即係一堆咧就已經唔喺度啦，咁就變咗係已登記政府新聞處新聞發布系統嘅傳媒認可嘅機構啦，或者咧係國際認可嘅或者係知名嘅非本地新聞機構，依、這個嘅改動對於你哋協會嚟講，其實係咪都好多會員都不滿咧？即係頭先聽啲行家話，張卡冇用㗎啦，張證冇用㗎啦，又或者係對於一啲 freelancer 嘅攝記嚟講，其實喺工作上會唔會多咗啲限制咧？傳統嘅記者嚟講咧，其實佢哋個影響就不太大，因為佢哋始終都係有本地傳媒機構嗰個記者證喺度，咁所以影響係唔會受太大影響。但係最大問題就係 freelance 嗰班。佢今日係代表 A 公司，聽日係代表 B 公司，咁佢哋有陣時都未必會有佢嗰張臨時嘅記者證喺身啊。咁就算我真係揸住喺身啦，咁前線嘅警務人員佢知唔知道呢位記者佢今日係代表緊邊一間傳媒機構咧？佢認唔認可呢間傳媒機構咧？咁其實係好混亂嘅。呢一點其實我都有問過新聞處嗰邊，咁新聞處佢哋嘅回覆咧就係話，只要嗰個傳媒代表機構係喺佢哋新聞處入邊嗰個 list 上面嘅時候咧，咁其實咧佢係可以進入到去任何政府部門所搞的記者會。咁我亦都問過，咁適唔適用於警務處佢哋可能係即係啲社會運動啊嗰啲安排咧？佢話只要係政府部門咧，都係適用嘅。咁所以就係話最大問題咧，就係 freelance 嗰班行家。其實嗰班行家喺呢行入邊已經好多年嘅，基本上佢唔需要攬住張證，個個都知道佢係行家嚟。唔需要，唔存在話我攬住張證件先至係代表到攝記，或者佢係一個攝記，完全唔存在呢樣嘢。對於今次警方嗰個嘅新定義啦，所謂嘅你自己認為係咪已經係即係已經係推倒咗你哋記協或者係攝記協嗰啲嘅努力咧？即係佢哋已經未必認可你哋呢一張嘅會員證。最得意啊！我哋就知道係未必係一定要有噶嘛，係咪？即係申請咁樣嘅。但係你對於即係協會，即係從協會嘅角度出發，你點睇咧？我哋呢張證件咧，其實係便利咗好多傳媒喺啱啱舊年佢哋嗰個社會運動嘅時候咧，咁其實發生好多呢、這個起底事件啦。咁有啲持相反意見嘅傳媒機構咧，佢哋嘅員工咧就因為掛住佢哋原有嗰張記者證，就俾現場的市民去攻擊他們，其實這個畫面我們是不願意見到的，也都希望可以透過我們張證件其實可以保護到行家的這件事我們是收到很多 的不同的意見，就說原來我們攬著你那張證件，即是 PPA 那張證件，我們在現場採訪其實暢通無阻，包括警察見到我們那張 PPA 證他們是承認的嘛，咁佢而家修改咗就唔承認啦。咁佢哋承認嘅，咁可能就好快俾我哋離開佢個封鎖區啊，或者唔會阻撓我哋去採訪。咁其實呢個問題咧，正正就係等於佢哋心口嗰、那個行動呼號卡。只要佢擺張行動呼號卡喺度，佢又唔知道佢係代表
佢喺邊位啦，冇因為冇 number 啊嘛。咁我哋張 PPA 證嘅情況其實同佢個呼號卡好相似，因為就係代表咗我哋真係一個記者。再加上我哋嗰個發牌嗰個制度咧，其實係相當之嚴謹。我唔係話你申請咗，我哋就一定批。我哋會睇好多唔同嘅因素，同埋一樣嘢現場你見到好多學生記者啦。咁學生記者其實都有經常會查詢，如果佢想入會，應該係要有啲咩程序、咩手續。但係我哋學生記者係容許佢哋做會員，但係係唔會發證俾佢哋嘅。呢一點咧，我哋喺我哋嘅網站上邊咧已經好清楚寫到明。咁除咗係頭先提到就係影響一啲freelancer 嘅行家啦，咁另一個焦點就係一啲可能冇喺佢哋所謂政府新聞處嗰個咩發布系統入面嘅一啲機構，例如話係一啲網媒啦，就可能有機會喺採訪嘅時候咧受到影響咁樣。你認為即係其實我哋喺現場大家都見到嘅網媒嘅數量的確係多嘅，即係尤其是係自反修例運動以嚟採訪啲衝突嗰啲數量的確係多。警方其實即係喺呢啲衝突入邊，即係可能拉起一啲橙帶啊，又或者可能對佢哋發一啲限聚令告票之類咁樣啦。其實網媒數量多，即係的確係我哋可能有時我哋傳統行家影相都可能會有困難啊，走位都有困難。你覺得點樣可以喺兩者方面取到平衡咧？呢個問題好難答你，其實我覺得你話要取平衡，基本上就是而家成個世界喺度轉變緊，我哋都要適應翻喺咁多網媒或者係用呢個手提電話嘅年代去做新聞採訪嘅時候，我哋應該點樣做呢？講真，我哋真係唔夠佢哋快，唔夠佢哋人多嘅。咁我哋就要用另外一啲方法去做翻我哋平時正常嘅採訪。咁PPRB 總警司郭家全曾經講過咧，即係今日我同佢有電話聯絡過啦。咁佢就話，如果傳統網媒，應該話網媒啦嚇，咁佢哋而家喺度採訪緊啦，佢哋係有佢哋嘅採訪權利嘅，因為你可以當佢係普通人啦，係嘛，普通市民啦。咁我哋係傳統嘅記者，我哋係有記者證嘅，咁我哋係唔受呢個限聚令所影響。我哋係豁免嘅，即係唔好話一個共同目的喺呢個地方出現。但係如果網媒佢喺呢個地方出現嘅時候咧，佢第一次先會被警告，第二次咧就出呢個599G 嗰個告票俾佢哋嘅。咁所以呢一個599G 呢個告票其實都影響咗 freelance 嘅報道。所以就住呢一點咧，我都同翻 TPLB 嗰邊講翻，其實我哋好關注 freelance 呢個問題。你哋一定要揾一個方法去解決咗先。咁啊條嗰個修訂就仲未正式生效啦。咁佢同我講話嗰個修訂係會盡快去落實㗎啦。咁幾時係未知嘅？落實咗之後會出現啲咩問題咧？亦都係唔知嘅。咁我亦都有邀請阿郭 Sir 睇下可唔可以有機會去落嚟現場睇下。有陣時候我哋採訪一啲咁嘅活動嘅時候，究竟遇到啲咩問題？即係你唔好單憑我睇某一間呢個電視台或者報紙佢哋嗰啲直播，你應該多角度去睇。就正如上年10月1日，有個警員向個示威者開槍啦，同埋西灣河有一次又係個警員又向示威者開槍，兩次都係學生報同埋網媒影到。傳統記者、傳統機構、傳媒嘅新聞機構，全部都影唔到呢啲畫面。咁就正正就係呢一班新興嘅媒體，就彌補咗舊媒體嘅不足。咁所以佢哋嘅生存其實係影響到傳統嘅媒體嘅，因為我哋都要與時並進去迎合翻而家最新嗰個採訪模式啦，應該係點樣？但係警方其實多番強調過，就係話咧，先後都發現有一啲自稱記者嘅人咧，就混入人隊，咁然後就涉嫌阻礙警方工作，甚至襲擊警務人員，增加咗警方執法嘅困難。其實警方係咪冇舉過任何嘅實證出嚟？即係真係有一啲所謂佢哋嘅假記者，佢哋嘅口中嘅假記者，做過依啲咁樣嘅行為咧？即係依個係咪只係一個藉口，因為點樣？我印象中佢只不過係開個記者會，話揾到好多假嘅記者證，就好似冇話拉到人話有假記者嘅。咁如果佢喺現場執法嘅時候咧，佢發現到有行家去阻止佢哋去工作嘅時候咧，其實你係可以運用你哋警察權力
帶佢埋一邊去截查佢，或者查問佢究竟發生咩事咧？你有懷疑嘅時候，你甚至乎係可以作出拘捕佢。但係到今時今日為止咧，都仲未有呢一方面嘅任何嘅數字。咁究竟係存在係佢哋所講嗰套係咁樣啊，定係真係冇呢一回事出現咧？咁呢樣嘢就我到而家我都揾唔到答案。對於特首林鄭月娥2017年咧選特首嘅時候咧，即係簽過記協嗰個新聞自由約章嘅，咁就承諾咧係捍衞新聞自由啦，落實資訊自由法同埋檔案法嘅，咁同埋咧就係開放呢一個網媒嘅採訪權，即係到依家即係變咗係警察新定義啦，你自己點睇？佢林鄭月娥特首佢係有開放到俾呢個網媒去採訪嘅，你可以睇到有幾間比較大型呢個網媒咧，其實佢哋都係可以合法咁樣進入呢個政府所搞嘅記者會入邊採訪嘅。咁呢一方面我哋係歡迎嘅，即係亦都希望將來可以有更加多嘅網媒佢哋符合資格去入到去呢個記者會入邊去直接去提問啲官員嘅問題咁。呢一方面，我相信好多行家佢哋都可以接受嘅。咁亦都係因為佢哋有陣時候啲問題比較尖鋭性少少啦，或者可能佢真係代表得到市民心入邊嘅心聲。咁所以就亦都希望將來唔再存在篩選傳媒呢個問題啦。因為其實有陣時候你入到去記者會現場，你問問題咧，咁其實都係揀過邊幾間係可以問噶嘛。呢、这個問題是存在的嘛，咁其實我覺得公平啲啦，所有嘢即係一視同仁啦，亦都好似之前佢哋問我嗰個記者區嗰個問題，即係警察成日都問我記者區嗰個問題，咁我就話，如果你要設立一個記者區，你就唔可以俾有其他行家前啲或者埋啲去某一個位置，我話你應該全部都係喺同一個位置採訪。至於佢影到近啲或者再深入啲影得多啲嘢嘅係佢嘅問題，因為大家都係喺同一個位置採訪啊嘛，所以我覺得呢方面係公平啲係好啲嘅，你即係唔需要話我行到咁埋，我有時行得太埋，我未必影到我想要嘅嘢，或者我入咗去入邊，我可唔可以好快就出翻嚟咧？得唔得咧？因為其實以前個做法都係喺一個佢哋嘅指定嘅封鎖區外面。我哋係可以任何地方都可以做到採訪噶嘛，咁所以咧所以其實我覺得用翻舊有嗰套已經係 OK 嘅。嚟緊係咪其實冇彎轉咧？即係依一個傳媒新定義，即係佢哋修改警察通例。暫時睇唔到有任何可以再討論嘅空間喺度咯。會唔會有下一步行動或者點樣？我哋商討緊下一步行動係點樣咁。我哋希望鄧炳強處長可以有機會嘅話，佢可以一起出席一個會議，我哋再商討一下究竟有啲咩方法可以便利到傳媒採訪。因為警察同傳媒嘅關係其實已經跌到去冰點。咁鄧炳強處長佢上任其實都有做過一啲修補同傳媒嘅關係，但係。自呢個疫情開始嘅時候，其實好似已經有暫緩咗落嚟。咁我希望處長能夠可以盡快即係我哋盡快約見處長啦，而處長都應承可以同我哋見面啦。唔該曬你，唔該曬主席，唔該曬，唔該主席。啱啱咧受訪嗰位咧係香港攝影記者協會主席。原本我哋其實今日咧係嚟採訪陳燕霖嘅悼念會噶，咁我哋咧睇一睇喺調景嶺資專學院外面嘅情況。咁傍晚開始啦，陸續有市民咧嚟到調景嶺資專外面咧係獻花悼念。咁參與過反送中集會嘅15歲職訓局青年書院女生陳燕霖，去年咧9月22號被發現離奇赤裸浮屍海面，
警方及後指佢死因冇可疑。死因庭一年之後開展研訊，陪審團一致裁定現林死因存疑。有網民發起今晚係發起一個嘅現林離世一年悼念會，呼籲市民去到尚德十字路口或者佢生前就讀嘅調景嶺之尊外面獻花。講翻咧喺調景嶺一帶嘅布防啦，大批嘅 PTU 啦，同埋係便裝警員啦，傍晚六點幾開始已經喺附近一帶係重兵駐守同埋巡邏噶啦。咁頭先喺啲市民獻緊花、點緊蠟燭嘅期間啦，其實都可以見到有一啲著咗戰術背心嘅軍裝警員啦，係來回巡邏。咁其中喺依一個資專通往隔離Metro Town 嘅呢一個商場嘅天橋咧，頭先我哋六點鐘左右嚟到已經見到有大批嘅警員咧喺天橋上邊咧係關即係望實橋下嘅情況。而通往資專通往一個調景嶺站的一些馬路口啊、十字路口等等其實亦都可以見到PDU 警員的蹤影。咁資專其實喺再早啲之前即係好一段日子之前已經係喺校園外面圍咗好多板㗎啦。所以其實依家昔日係相對開放，可以較為隨意咁樣穿過或者進入嘅校園其實一早已經係圍咗板。咁資專今日亦都係派出咗幾個嘅保安員啦，就係企咗喺圍板外面。今日除了是傳統的主流媒體之外仍然是見到是有一些網媒來到現場採訪的。不過剛才我們有找過一些網媒，他們就說都希望可以保持低調，就可能雖然來到現場，但是會在對面那裡就是做採訪這樣，亦都遠距接受訪問。咁呢批警員啱啱就係叫大家企翻開啲啦，即係叫現場採訪嘅記者企翻開啲，因為仍然係有四人限聚令。
我哋咧揾到個嚟獻花嘅市民啊，咁我哋問一問佢，咁佢係肯上鏡講兩句。唔好意思啊，先生，請問點稱呼啊？貴姓啊？姓楊嘅。楊生，楊生。係。可唔可以講一講咧？即係點解今日會過嚟獻花嘅？因為始終燕林嘅去世都已經一年啦。其實我哋每個月，即係我啦，同我女朋友每個月都會燕林同子樂佢哋過生嘅日子啦，仲有梁玲傑過生嘅日子啦，我哋都會獻花去悼念佢哋嘅。佢哋為香港付出太多，同埋蒙受呢個不白之冤，連死恩庭都話有可疑。其實係人都知有可疑噶啦，但係香港政府就可以同啲警察講話冇可疑。咁呢個責任喺邊個度咧？我哋大家過嚟記得呢樣嘢，永遠唔會忘記呢樣嘢。咁嚟到悼念嘅就會悼念，做到啲咩我哋就會做啲咩。咁始終一個女仔15歲咁樣過咗身，連呢班側邊呢班警察都仲可以企喺度用呢個599G講話驅趕啲人俾佢過嚟悼念嘅，人性喺邊度？係啦。點解會咁執著？即係而家死恩庭都開咗啦，最終結果雖則冇話係好證明咗某啲嘅事情，但係就陪審團就係一致裁定就係死因存疑啦。At least 就叫做比起警方起初話死因冇可疑嘅講法，就推翻咗啦。你自己點睇？即係覺得咁樣呢個死因庭其實算唔算能夠為燕林即係申冤到底點啊？完全係冇申冤呢回事嘅。是啊，因為你由我剛才開始講，是人都知道這件事是有可疑，即是不要說什麼人做都好，你一個女仔游水，懂游水的，你我假設想有什麼不開心的想頭，你都不會選你擅長的東西來去做自殺這個可能，甚至沉死這個可能，還有有哪個人死的時候會除了件衣服全裸這樣的可疑性。由呢樣嘢有啲疑點開始，係人都知有可疑噶啦。佢哋擘大眼講大話，話冇可疑。呢一刻嘅開始就已經係一個赤裸裸嘅謊言。咁你再開一個死因庭，叫唔叫到多此一舉咧？你開個死因庭同大家講係有可疑噶啦，但係而家唔查喎，而家係冇噶咯，打咗個句號落去，話俾你聽係有可疑噶啦，取咩咁樣？冇意思啊！所以他開個咁嘅死因庭係還唔到公道，任何公道都還唔到。甚至他所謂的家屬講話想結束呢一件事啦，可以翻工啦，翻工係咪真係咁緊要？緊要得自己個仔女，係咪咁講？即係對於警方嘅講法，其實點解一路以嚟都唔信納嘅？除了剛才所說的論點，即係覺得佢擅長游水啊乜乜之外，點解一路都唔信任警方講？唔可以話係我哋偏執唔信警方嘅任何嘢咯，即係佢哋講緊大話，係人都知道；佢哋自己講緊大話，佢哋都知道；而佢哋講緊大話，知道人哋佢哋講緊個大話嘅時候咧，個個都知嘅。咁佢仲要講大話係為咩？只不過係唔肯認錯啫嘛，同我哋嘅特首一樣係唔肯認錯啫嘛。只是由頭到尾都講錯的是你，我們沒有錯的，那你不要說我們不信他咯。你如果 做一件事是公道的、公正的、公義的，不會有人罵你，就算有人質疑你都可能是少數而不是多數。你現在走出街，你問十個有，我不要說九個啦，十個有六七個啦，十有九都不喜歡差人的。是啊，另一個在反送中期間即係過身的同學啊，周志樂同學咧，咁嚟緊佢個死因庭都會開啦。咁你自己對於方面其實都係咪仍然抱有希望？即係覺得死因庭係咪可以將嗰個事件係還原翻嗰個真相，抑或係點樣？我都唔會抱有希望呢個存在㗎啦。你始終即係嗰啲裁判又係佢哋，咩人都係佢哋咁講嘅。證人都是他們決定找不找哪些證人的時候，又最後又是得出的結果有可疑，那有什麼用呢？你始終件事件過了這麼久，一年多了，如果認真真心他要去查的，怎會查不到有任何結果可以公開交代所有事情，而不是說開個死因庭踢個球給人家、他們說有可疑就有可疑的，但是我不做任何調查的，不公開所有事情的，那沒意思咯。只不過是他們做一件事來告訴大家，裝作有做事的意思。明白。
該曬你楊先生，唔該曬，麻煩曬。唔怕你好勇敢。即係有嚟呢度悼念之前有冇思想有冇掙扎過？到底嚟唔嚟？係同佢結約束吧。都有嘅。我頭先咁啱喺對面過馬路，我係趁啲即都未唔係防暴啦。今日咁就佢哋喺前面嘅，咁我就跟住佢哋行，跟住見到佢哋行咗某一個角落頭啦，跟住我先找一個位置是很多 cam 對著我的這樣咯。你覺得安全一點？傳媒是有一個監察政府的作用。那一年你覺得你剛才你未開始悼念已經喊曬了，其實你覺得這件事你最傷痛的是什麼？我不知道為什麼人有良知，但是要找一些藉口或者一些方法去掩飾它。因為我至少在香港長大的，從來沒有想過香港會變成這樣。是啊，但是現在學生連通識科教育啊，很多都要加一些東西下去，那你們怎樣？現在是 cut syllabus， 想著想 cut liberal studies 嘛。那其實我覺得要教學生有批判性思考，而不是 A-level 那種死讀書那種，我覺得是很正常，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會倒退咯。但你覺得可不可以洗到你們的腦呢？他可不可以斬掉我們的頭，跟住remove 了個腦，跟住我們還存在，不可以。好啊，多謝。不好意思啊，同學，我哋遲咗嚟啊，可唔可以講一講咧？我哋同一個部長啦，會唔會可以講一講，即係點解今日會過嚟悼念啦？同埋見到你著咗校服，你唔驚俾學校？唔驚。其實本身咧，我就即係因為我留喺學校嗰度 library 嘅，咁就我本身都係諗住行海旁，咁一見到擺一個壇，咁我都覺得我要做啲嘢啦，著住校服咁樣咯。你是過咗嚟見咗花咁樣？係啊係啊係。點解都想過嚟悼念阿燕林咧？我想以身作則，想以身作則。點解咁講？想點樣作則法咧？即係自己嘅行為點樣作則法？嗰個上帝啊嘛，明唔明啊？大家即係人在做，天在看嘅。啊，冇錯，冇錯。點解會即係因為燕林嘅案件啦？死因庭就已經係嗰啲法醫嗰啲報告嗰啲啦。係啦，你自己點睇咧？即係點解死因庭完咗，雖然係結果係存疑啦，佢哋判定係，點解都會希望過嚟悼念？我覺得個 conclusion 非常之有可疑，係啦，即係中間應該係用咗即係有某啲考慮啦，佢就出了這樣的報告咯。即未必相信死因庭那個？不是，我相信他法醫是公正的，但至於他上面即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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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指令是怎樣呢，大家心中有數。但其實至少就死因庭那個結果就是死因存疑，比起警方當初所說的無可疑，就推翻了警方的說法了。你自己怎麼看？都是那句，我相信天是有公義的，即是真相終有一天會，即全世界都會知道這件事。同學，你是中幾貴姓？中六。中六貴點稱呼或者英文？我不會 disclose 個 identity。 好的，謝謝你同學，謝謝。很勇敢的一個
哋再問多咗一個你等等啊。面對佢，係啊，啱啊，你咁遮住，係啦，啱嘅，你唔好用。咁我哋揾多個係今日嚟獻花嘅小姐阿Lou啦。阿Lou你好啊，可唔可以講一講即係點解今日會過嚟悼念阿燕林咁樣？因為畢竟咧，阿燕林咧，佢係喺呢場運動嘅裏面，佢係死得好慘噶咯。呢個政權根本上一日存在，一日咧都唔會有人講佢個真相出嚟噶咯，知都唔會講噶咯，根本上知真相嘅人。因為佢係呢場政治運動參加呢場政治運動而喪生噶咯。他如果沒有參加這場政治運動就未必會真的受害的，即是可能作為家長級啦，即是長輩啦，或者你對於燕林啦，又或者是阿子樂同學的過身，你自己的感受是怎樣？即是其實你不認識他們的嘛？我不認識的，非親非故的。我覺得啲年青人死得好冤枉咯，佢哋根本上又冇做錯任何嘢，佢哋只不過係去到爭取應有嘅香港嘅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同埋學術自由嘅啫嘛，佢哋只不過爭取呢三樣嘢啫嘛，真係佢哋都爭取一啲自由啦，係啊，爭取一啲嘅應有嘅自由，係合理嘅自由，都要去到俾人暗殺咁樣，覺得真係死得好慘咯，佢哋死得好無辜咯，佢哋冇做壞事啫，佢哋邊有傷天害理，邊有殺人放火去害人啫，佢哋都係爭取一啲合理嘅嘢，只不過係當權者執政者唔啱聽啫嘛。對於燕林的死因言訊庭咧，就已經開完啦。雖然就冇話好仔細，冇話 find out 啲乜嘢啦。最終咧，裁判官係一致裁定燕林死因存疑嘅，就至少推翻咗警方當初話冇可疑嘅講法啦。咁你自己點睇咧？死因當然存疑啦，但係死因存疑已經係最合理、合情合理去解釋佢個死因咯。佢個死因點會冇可疑啊？好地地一個人會光脱脱浮屍嘅，而且佢係游泳健將，點會就算要自殺啊，都唔會係跳海啦，佢都唔會係剝曬衫啦，佢係精神正常噶嘛，係啲唔知咩九唔搭八嗰啲咁嘅總之嗰啲咁嘅呢個嗰個又屈佢有精神病，連醫生都話佢係精神係正常嘅咯，只不過佢係單親家庭，可能性格比較猛整啲啫，性格猛整唔等於佢精神有問題噶嘛。咁佢精神正常嘅又點會光脱脱咁死喺個海嗰度啊？好明顯就係奸殺嘅啦，只不過啲人知邊個做嘅，啲人係唔會講啫嘛，因為呢個政權喺度，所以啲人咪唔會講咯，但係市民又好追究，咁所以咪唯有用死因存疑咯。咁的而且確好多疑點咯，真係佢嘅死因嘅情況，連阿馬宣立法醫官都覺得根本上唔係正常嘅浸死嘅咯。你對於警方一開初話依單案件冇可疑係咁樣即完咗，你自己點睇呢？即係因為當報道出咗之後，成個社會都好反響，覺得好多疑點重重，即係頭先你所講嘅疑點。對於警方當初話冇可疑，你點睇？根本上佢哋就作賊心虛咯，點會冇可疑啊？佢哋擘大眼講大話。正常嚟講，真係即係講呢句嘢，嗰個人都傻噶啦，有問題噶啦。你試下調翻轉你自己咁死又可唔可以啊？即係調翻轉你班咁嘅死黑警啊，光脱脱咁嚟浮屍嘅，
真係都好可疑啫，真係都好可疑啫，你都唔會想咁死咁死樣啦，啲人自殺都唔會想自己死得咁恐怖，死得咁慘噶嘛，所以阿燕林點會係自殺啦？佢死得咁慘，死得咁恐怖。明白，好，唔該曬你阿老，唔該曬。阿老，我叫阿老，阿老係咯，阿老，唔該曬，唔該曬。講翻啦，現場咧係調景嶺香港資專設計學院對開。咁今日咧就有網民發起陳燕林嘅悼念會。咁曾經參與過反送中集會嘅15歲職運局青年書院女生陳燕林，去年嘅9月22日被發現赤裸浮屍海面。咁警方咧及後咧就話佢死因無可疑。不過一年之後，死因庭就案件展開研訊，並且是傳召了31名的證人作供。研訊去到今個月中，就是陪審團退庭商議近3小時之後，裁定燕林是在去年的9月19日夜晚至到20日期間受傷和死亡，但是地點和時間就是不詳，並且是因為屍體腐化而不能夠確認他的死因，一致裁定燕林死因存疑。死因裁判官高偉雄在結語的時候就說，今次並非死因庭首次未能夠找出死因，雖然死因庭未必可以找出所有事情的真相，但是就強調陪審團是但是就感激陪審團在疫情期間仍然為本案奉獻時間和精神，就豁免了他們5人是未來5年都不需要再做這個陪審員了。高官就說，對於陳燕林的死亡是感到非常之難過。希望可以在庭上的證供上面釋除到一些公眾的部分的疑慮，也都能夠還到陳某少少的公道。
而裁判官咧喺引导陪审团嘅时候咧，就话佢哋咧可以喺死于意外或者咧系死因存疑呢两个嘅选项入面咧选择其中一个，同埋咧系基于一个嘅证据啦，排除咗死于自杀同埋咧死于非法被杀呢两个嘅选项。因為咧，佢話咧，如果要裁定死因係叫做非法被殺嘅話咧，必須要達至毫無合理疑點。但係咧，呢一個案入面咧，就冇任何嘅證供顯示燕林咧係受傷致死，曾經同任何人有過爭執或者係仇怨，又或者咧係參與活動而令佢人身安全受到威脅等。咁而所有嘅病理報告咧，都冇顯示佢死前受到任何嘅藥物影響。咁雖然咧有證據就。即係有關證據咧，可能係因為屍體腐化啦，令到佢無法驗出。咁但係咧，呢一個咧只係屬於可能性同埋係一個推測。咁最後咧，陪審團係一致裁定咧，燕林咧係死因存疑。而資深法醫兼港大學病理學系首席臨床講師馬宣立咧，亦都曾經咧以專家嘅身份啦喺死因庭嗰度咧出庭作供，咁就燕林嘅剖屍報告咧係提出意見，就話咧唔能夠肯定燕林咧係匿弊，咁又話咧裸屍其實係唔尋常，對此認為不能解釋咧，亦都感到唔安樂，咁就覺得非常之可疑。暫時咧係大約7:00六點幾左右咧，喺芝村呢度咧就陸續咧有市民嚟到獻花啦，同埋係點起蠟燭。咁警方雖然咧喺調景嶺一帶咧係高調布防啦，咁期間都係行過嚟幾次咧，就叫啲記者啊市民咧，即係記者就企開少少，咁市民咧就盡快離開咁樣，咁就冇話即係干涉咁樣嘅。晒衫俾佢奸，因為佢識得嘅。識得嗰個人啊？有個熟人，幾個人啊？佢話。幾個人？佢話唔知幾多個人，但係佢好，佢喺度喊同我講。但係我個片段都唔係好清晰，即係我真係靠記憶咁記翻嚟咯。因為好短時間，佢話佢係俾人奸嘅，所以除曬衫俾佢奸。奸完之後咧，因為識得嘅啲人，所以咧浸佢落水度，浸死佢。然後係喺架車嗰度運佢出上去魔鬼山經咁樣魔鬼山掟落海嘅，就唔係赤腳咁行嚟行去，赤腳行嚟行去係假嘅。你以前有冇類似嘅夢啊？冇，可能我同佢有啲血緣啦，大家都姓陳，同埋啲冤情咧，佢揾唔到人申訴咯。咁我就好無意咁發夢，瞓下咁樣，夢突然間閃一閃，咁啊成個古仔入咗個腦。咁但我唔知係咪真啦，你知啦，發夢嘅嘢。但你覺得好似係一個想佢想報夢俾你。係啊，我淨見到佢嘅樣，即係喺電視嗰陣時咧，又見到佢個樣，好開心，好活潑嘅，老唔老以及人之老，幼唔幼以及人之幼。佢如果俾咗你係佢嘅女，佢係你嘅女，你點啊？你自己有仔女啊！第日你如果個仔女就係咁樣俾人害，冇人幫佢申訴，呢個天下，所以我可能要呼籲阿習主席幫手揾咯。既然係咁就，我都唔識啊，我唔識講啊，你知啊？你識唔識佢㗎？梗係唔識啦。陳生啊，咁嘅
即係如果你話就住即係除咗夢境之外咧，即係燕林嗰個嘅案件咧，其實就死因庭就完咗啦，就話咧燕林係死因存疑嘅，即係至少推翻咗。你諗下，用下個 common sense， 你睇啲片集啊，你都有時都估睇到啦。法醫話有事啊，全身赤裸。有事不去染，咁呢啲啊非唔係尋常啦，即係好似韓國嗰套戲咁樣，係咪先？嗰個法醫冇人簽噶嘛，韓國嗰套戲。你對於死因庭最終個結果係咁樣，你自己覺得係無奈㗎，你冇人去查佢，冇人驗佢，咁冇辦法㗎，係無奈㗎喎。我哋而家文明社會有咩辦法呢？文明社會我哋可以做到乜嘢？估唔到呢個唔文明嘅人。咁你如果佢你個夢中見到陳賢倫，佢個講翻啦，現場係悼念陳燕林嘅一個追悼會。咁夜晚啦，係陸續有市民嚟到獻花同埋熱點蠟燭。咁就佢哋喺地上咧，先鋪咗啲白紙啦，即係費事嗰啲蠟咧就滴咗落去路面。除了在這邊獻花之外，在另一邊的鐵欄亦都有市民是製作了一些白色的紙盒和白色的蓮花燈，就希望是就是做一個悼念的。我們看看剛才在六點零鐘左右那個燈已經擺在這裡了。咁除咗係悼念陳燕林之外啦，亦都係希望係悼念埋周子樂啦。咁就係一啲紙殼同埋應該係蓮花燈咁樣嘅一啲紙嘅吊飾。警方咧，除了我哋喺DI 對開望到天橋啊，或者係附近對面馬路等地有PTU 警員布防之外咧，其實喺近住調景嶺站 A 出口嘅馬路啦，又或者咧喺近住芝尊嗰邊嘅馬路咧，其實亦都停泊咗多架嘅警車同埋即係一啲警方嘅私家車咁樣嘅。但是暫時警方就沒有說要求這裡的人是即是怎樣呢，即是沒有說要驅散的，即是有個過來呢叫記者不要站那麼近啊，不是記者的人呢就盡快離開啊這樣的。那來悼念的人呢，其實即是一個流水式的概念啦，即是可能放低了白花或者是在這裡默哀了一陣之後咧，就散咗噶啦，就冇話聚咗好明顯一大班人咁樣嘅。
呢度咧？雖然咧 PPRV 咧今日就突然之間單方面咧修改佢哋警察通例裡面傳媒代表嘅定義啦，咁即係其實有機會咧網媒啊或者學生記者採訪嘅時候咧，即係係一個所謂非法採訪咁樣嘅。咁但係咧現場咧仍然係見到有唔少嘅網媒咧係嚟到採訪。其實今日咧就冇話見到 FMLC 咧拉曬橙帶啊查記者證咁樣嘅。好，慢慢。今日咧 PVRB 咧就係出咗信啦，就喺即係將會修改一個警察通例裡面傳媒代表嘅新定義啦。即係你就係網媒嚟嘅，就係高登新聞台，高登新聞台。咁即係如果喺一個新定義裡面，其實你叫唔叫做符合警方嘅新定義咧？其實我啊覺得未必符合得到嘅。咁但係咧。即我以我嘅以我哋嘅態度就係警察通例還警察通例，就並不是法律嚟嘅。咁就算係警察通例都好啦。咁上年警棍嘅使用守則啊，槍械嘅使用守則咧，就算佢有通例都好啦，落到場又係另外一回事嚟嘅。所以咧，我覺得佢寫咗警察通例出嚟修改完啦，咁可能落到場，可能又係第二套標準。咁啊，警員 A 同警員 B 又可能有第三、第四套標準，所以咧我哋都唔理得咁多噶啦，完全冇諗住過會有啲咩事啊！你對於警方呢一個修改你自己點睇咧？其實我覺得佢哋係想我哋驚先嘅，係啦。雖然話想網媒驚你先係。其他可能比較細嘅網媒或者學媒驚先嘅，因為想可能話佢哋覺得現場太多人影到佢哋做嘢，咁所以咧就希望少啲鏡頭影住佢哋，咁所以咧就想嚇走咗一部分細嘅先。係啦，我就覺得係咁嘅。咁你話我哋驚唔驚咧？我哋真係唔驚嘅，因為始終咧通例還通例就唔係法例嚟嘅。咁啊，我哋有正統嘅註冊啊，或者係其他工作，我哋都可以證明得到我哋真係做緊傳媒工作。咁啊，我哋唔擔心話佢哋告我啲乜嘢，即係599G啊，或者比較集結，我哋都好啦，我哋都唔擔心嘅。咁啊，最多都係上法庭嘅。咁上法庭，我哋都係冇任何懼怕嘅，係啦。為什麼呢？其實之前我們可能在一些衝突的現場啊，都會見到警方即近期來說其實 check 記者證是 check 得密了的，是不是？那見到有些網媒或者是他們所謂的假記者或者是學媒啦，會中了這個限聚令的，是不是？那你自己怎麼看呢？即其實見到警方似乎是針對網媒或者是學生記者本身已經有這些動作了，你自己是不是見到這個趨勢呢？冇錯嘅，特別係限聚令推咗之後，就乘住呢個勢就乜嘢都話限聚令。咁但係咧，其實我哋就唔應該中咗佢哋嘅圈套嘅。點解咧？
因為他哋成日問你哋係咪網媒，你係咪網媒咁，但係其實好多嘅媒體除咗紙媒之外咧，都會有喺網上邊發布新聞嘅。咁就算其他大報紙都好啦，都係會嘅。咁所以我哋就唔應該淨係使唔使去咗先啊？係啊，要啊。好啊，好，唔該曬。拜拜，曬頭。依循水聚集規例，我而家警方命令你哋立即離開，立即離開，否則你哋有可能會被票控。而家警方俾五分鐘嘅時間你哋立即離開，否則警方再次翻嚟嘅時候，你哋將會被票控。咁啊，警員咧係突然之間就拉咗一隊人過嚟啦，咁就其實咧現場咧一路都係好靜嘅，即係一個好嚴肅嘅一個追悼會啦。咁亦都唔見話有好明顯嘅人聚集嘅，咁不過咧一隊嘅警員咧就帶埋便衣警啦，就攝錄機啦，同埋咧傳媒聯絡隊嘅成員咧就係嚟到 DI 隊開原本咧市民獻緊花嘅位置咧就開咪。咁就要求啲人咧喺五分鐘之內咧係離開嘅，咁否則咧就會限聚令佢啦咁樣。咁見到咧 FMLC 喺度咧，其實都有機會咧係檢查，我估應該有機會檢查在場採訪嘅一啲人士嘅記者證啊。喺呢度嘅記者，麻煩企埋少少，你睇下你後面，你唔可以行人行曬車嗰度啊！專業嘅記者，等等先嗰個嚟。見到警員態度就唔複述啦。咁現場其實喺度咧，就主要係記者啦。咁嚟有啲途人啦，跑下步、踩下單車啦。咁真係悼念嗰啲咧，其實就頭先都講過、就係佢哋一個流水形式啊。即係可能放低花，可能默哀完，咁已經係行開咗㗎啦，就真係見唔到話好明顯嘅人咧，係即係悼念嘅人士咧係聚眾咁樣嘅。嗱，咁啊，現場身穿黃色背心啊！如果你記者有咧，第一樣嘢麻煩你攬翻個記者證先啊，或者上翻你件記者背心啊。咁較早時咧，我哋香港警方亦都俾咗個 warning 㗎啦。如果唔係記者，或者不是執行緊記者工作的，麻煩離開啦啊！咁我哋嘅同事已經俾咗個 warning 噶啦，唔該曬先。同埋咧，依一邊咧，麻煩兩邊，係兩邊。俾翻人啊！俾翻一個人啊！俾翻少少人嘅啲市民行啊！係啦係啦，行翻開少少，可以影嘅。俾翻一個合適嘅路佢。你行影嘅話，可唔可以褪翻條路？褪翻條行路。係啦，褪翻條行路，好冇？唔係你影啊！大家時間俾影㗎，你唔需要行過嚟㗎啦，知唔知啊？好嘛？好嘛？咁啊，其他人點？係啊，係咪先？
相未明，何以釋懷？之後慢慢寫住個真相兩個字咁樣嘅急畫寫咁樣嗰啲嘅，係啦。咁而家開始成架警車喺度啦，咁我都。我頭先喺凳喺支磚門外聚集嘅人士聽住啊！較早前五分鐘之前，警方已經俾咗一個 P599 之限聚令嘅警告，而家命令大家立即離開，否則將會被票控。警方即將採取行動啦！如果唔離開嘅人士，即將會被票控。警方呢已經在九。嗱，咁佢哋咧又要求將現場人士控制住啊！咁其實咧呢度有拉咗兩個產帶啦，咁就分別係喺呢個咩巴士站？調景兩站巴士站呢度咧就係拉咗呢個產帶嘅。咁咧，然後喺另一邊咧，即係近住獻花位置後面咧有另一個產帶啦。咁警員咧就報稱咧就要檢查現場人士嘅證件咁樣嘅。警員咧就要求在場嘅記者咧係一字排開啦，喺個縫牆嗰度啦，咁我哋可以都睇得好清楚啊，大家有聽警員嘅要求啊，咁啊企好啦，咁企定定啦，咁其實咧喺呢個框嗰度咧就
初步睇咧，就應該就係得記者嘅啫。咁啊，啲獻花市民啊，或者係路人咧，咁仍然係通過咗嘅，係啦。咁啊，又要向左手邊等。咁其實咧，喺近住九巴車長嗰個休息站嗰度咧。啊，高登，你邊間？長新聞，長新聞。香港電台，你過你邊？哦，香港電台，你過嚟去左手邊，過去左手邊。而家咧 ，Fan Bell 師啊，嘗試分流一啲，我估應該想分翻主流媒體啦，同網媒出嚟，我估啊。咁啊，見到啲台啊，即係大台啊，即係或者係啲主流嗰啲電台咧，已經係獲得分派去另一個位置。唔係啊。佢哋咧係強調咧，記者咧等候檢查時候咧，一定要企埋牆啊！我哋要企埋牆啊！用一條移動嘅封鎖線就封咗咗其中一個記者。但其實依家咧就見到咧係個橙帶咧就我哋而家方百五二先包圍啊！咁啊，有個巴士站大叔啊，望下啦，咁又俾警員過去干涉佢咁樣啦。咁啊，企咗喺嗰個大西鬼嗰塊廣告牌後面啊，咁啊有警員啦，有阿叔啦，咁啊口角緊啊。其實佢喺依一個橙帶裡面咧，就主要都係。嗱，咁有啲咧。其實咧，依個樓梯就應該係公眾通道、公共空間嚟啊！我因為 DI 圍板咧，就從來都冇圍到佢啊。咁但係咧，喺樓梯上面高位拍攝嘅記者咧，依家都被要求啦，係落翻嚟啊，應該都要查證啊。嗱，佢哋係強調咧，一定咧要係靠牆起啊，唔知點解。係，其實大家都想影到嗰個狀況啦，咁啊一定要靠牆起啦。咁我哋未出嚟嗰啲咧，我要你去翻牆先，唔該你。好啦，唔好企喺度先啦。幫埋牆啊，小心啊！高登。記者啊，或者麻煩聽從警方嘅指示啊，聽從警方嘅指示去翻天村門外啊，唔該。過翻去先，唔該。我哋而家需要過翻去。入去入邊，咁依家咧，警方咧就拉起咗幾個橙帶，我哋入咗去先，睇後邊。
咁咧，橙帶咧，我哋而家入咗嚟咧，其實係另一個框嚟嘅，即係係啦，即係唔係 free 咗，其實係另一個橙帶嘅框嚟嘅。咁呢一堆咧就係已檢查證件嘅傳媒啦。咁初步咧就主要係應該都係啲主流媒體啦，見到啲網媒咧其實都有放到出嚟嘅。咁啱啱警方咧就係多番要求在場嘅採訪記者咧需要一字排開，就靠住呢一個嘅牆壁咧就係等候被檢查記者證。咁但係咧檢查完之後咧，咁其實我哋都只係入咗另一個橙色嘅封鎖區裡面嘅啫，係一個臨時採訪區，係咯。出完證的就一定是要按警方指示，就是進入我們現在身處的這個橙色框框裡面的。小心，我想翻去人路。啊，你唔好阻住出口得唔得啊？行埋入去啊！呢個出口啊，借個位唔緊要，我都係想翻去。三個人。咁啊，三個人。即係 MyView 嘅直播機咧，其實電嘅啦。咁啊，我咧就諗住收袋準備走啦。咁啊，點知咧就突然間原來經濟計算係。暫時仍然有一班有少數的記者就未放行嘅，咁啊唔知道原因啦，因為咧查完證之後咧要入境方框出嚟嘅一個新嘅穿著新嘅一個橙帶裡面咧就係做呢個採訪嘅。估計應該警員咧係有數到現場有幾多個記者喺度，因為聽到佢哋交談咧，話呢度有幾多個記者咁樣。嗰啲初步嚟睇就似係網媒啦，或者係學生記者。咁唔確認咧，警方係咪已經係執行緊佢哋今日新修改嘅警察通例嘅新傳媒代表定義啊？暫時唔確認嘅。咁見到有啲記者想過去近少少影咧，即係行出呢個橙帶框框咧，即刻俾軍裝警員咧係制止，必須要留喺我哋而家企緊嘅呢個框框入邊影嘅。大约
約咧係今晚七點鐘左右咧，就陸續有市民咧嚟到 DI 對開獻花啦。咁其實一路都好平靜嘅，甚至係冇人叫任何口號嘅。咁啊，主要獻花啦、默哀啦、悼念啦。咁佢哋啲市民悼念完咧，其實就流水式咁樣咧就散去。現場咧，即係大家睇畫面都可以見到，就冇話好明顯人群聚集咁樣嘅。咁啊，主要係記者啦，我諗應該大約有三四十名嘅記者啦，包括係主流傳媒啦，又或者係網媒咧喺現場採訪。咁一開頭咧，警方咧就只係叫在場採訪嘅記者咧就企翻疏少少，咁啊即係方便大家工作，咁啊以免限聚令。咁亦都咧有呼籲到咧係唔係記者嘅市民係盡快離開嘅。咁直到咧去到夜晚8:01咧，一批嘅軍裝警員啦，帶埋一個手持攝錄機嘅便衣探員同埋傳媒聯絡隊成員咧，就係嚟到呢一個嘅位置嗰度咧，開麥警告咧在場人士咧有機會咧違反限聚令，俾5分鐘咧就係要求佢哋咧係立即離開啊。咁大約喺6-7分鐘左右之後啦，咁警員咧就係喺依個位置拉起封鎖線。咁原本咧依個位置咧即係得翻啲路人甲月餅，咁就冇話即係好明顯有啲超過4個人嘅市民喺度悼念噶啦。咁然後咧，警方就拉起咗橙帶，係幫緊你。好。但似乎唔俾走啊！崔元正呢一堆都，似乎唔俾走啊！係啦，即係見到佢手持黃背心、腳架同埋手機，估計應該頭先做緊直播啦。應該係網媒嚟嘅，我估，因為咁啊唔俾走，咁啊帶去另一邊啦。呢度大約我諗有大約10個啦。10個嘅記者啦，被警方截查後咧，係仍然未獲放行，未獲放行。係啦，咁頭先咧，警方就係大約係8:08左右啦，喺度拉起咗橙帶，就係框住咗在場所有嘅記者，咁包括咧驅趕埋咧係唔好喺 DI 樓梯上面影緊相嘅記者咧，都會落翻嚟。咁啊，要求咧多翻強調同要求咧，記者必須要有一字排開咧，係靠長期。就檢查記者證，咁估計咧，佢要我哋一字排開靠長期咧，就係方便我哋數人數嘅。我覺得，因為頭先都聽到有軍裝警咧，就喺度匯報俾上司聽，啊，依度我哋俗稱嘅豬攤啦，即係採訪區啦，有幾多個記者，咁啊話有30定37個咁樣，咁應該有數到人數啊，估計警方。現場咧，即係基本上一啲主流媒體咧，俾警員望一望個證咧。就獲放行，咁就過嚟我哋依度身處嘅呢個橙色帶帶嘅呢一個框框嗰度咧，就做採訪啦。咁就唔俾我哋出去嘅，即係頭先咧見到有記者嘗試係出去，即係有啲途人都可以經過嘅公眾地方，都唔俾我哋出去嘅，一定要留喺呢個橙色框框嗰度。咁而家畫面見到嘅呢度大約10多個啦。咁第一個係放咗嘅，唔知點解。就是放咗喺另一邊喎，就冇過嚟我哋依一邊喎，唔知點解，即係佢應該放過嚟我哋依邊噶嘛，因為頭先佢 check 完嗰啲，其實全部嗌咗過嚟我哋而家身處嘅呢個橙色框框嗰度噶嘛，咁但係咧佢就要佢向彩明嗰邊方向走，咁呢堆咧就未走完，大約就10個，驟眼睇就應該網媒同學生記者為主。咁見到咧有 FMLC 咧就抄緊佢哋一啲嘅資料，並唔係所有嘅網媒咧都唔俾放嘅，因為頭先咧第一輪嘅時候咧都有見到有一啲網媒咧係放咗出嚟嘅，同我哋企埋一齊嘅。
咁頭先嗰個查完資料嘅咧，就要向彩明嗰個方向咧就離開啦，就唔俾佢過嚟我哋依邊。咁唔知道警方係咪執行緊佢哋新嗰個傳媒定義定係點樣？咁但係好明顯咧係，好明顯咧係區分緊在場採訪嘅傳媒嘅。
我哋問啊嘛，你可以透露嗰個機構嗎？咁我哋咧問一問，佢就係出聲嘅啫，唔方便上鏡啦。咁我哋問一問咧，其中一個頭先都喺警方嗰個 FMLC 嗰個截查嗰度咧，都比較耐嘅，因為我哋咧頭先就 show 一 show 證咧，咁FMLC 咧就俾我哋走啦。你可唔可以講一講你係邊一個 media 嘅？咁點解會搞咗咁耐？係發生咗咩事頭先？頭先就應該係佢想將即係大台就隔一邊啦，網媒就隔翻去另外一邊嘅，咁就叫我哋排隊逐個逐個就過去就我見到佢攞住就好似唔知係咪票控啦，我冇睇清楚。跟住後屘佢就過嚟問咗，即係佢哋逐間逐間問翻我哋嘅媒體係咩咁樣。跟住後屘問到佢我嘅時候，咁我就講翻我嘅媒體啦。咁佢後屘就用翻。應該是用電話跟其他人溝通緊咁樣，跟住後屘就將我帶翻過嚟記者區呢邊。係，佢係想區分你係咩媒體咁樣，會唔可以透露你自己係邊一個媒體？即係學生記者，抑或係嗰啲網媒啦，抑或係主流傳媒咁樣啊？我算係網媒嘅，我哋係咯。係算係網媒嘅。對於即係今日咧，警方咪出咗個新信件，即係就話俾啲四個記者嘅協會聽啦，就嚟緊會修改呢個警察通例啊，咁有個新嘅傳媒定義啊。你自己點睇呢件事咧？即係覺得影唔影響你日後出嚟採訪咧？我覺得好，當然直接就係打擊新聞自由啦，呢樣嘢就係、是。咁另外即係一向嗰、那個。制度就係、是、即係你即係變咗係好似官方去委任記者咁樣咯，咁我就覺得即係本身會因為咁而第日唔出嚟採訪啊？即係唔會點解咧？咁又我又唔會，即係暫時嚟講，我嗰個機構都係喺。政府新聞處嗰度有註冊嘅，但係佢咁樣搞法，我就會驚遲啲佢可能更加收緊嗰個制度咁樣，佢可能遲啲或者會唔會話我淨係俾呢個官方認可嘅機構俾大台佢哋口中嘅大台出嚟採訪咁樣咧，咁我都會好擔心呢樣嘢。但係直至佢真係宣布呢個制度之前嘅話，咁我都會繼續出嚟採訪嘅。咁佢之前咧咪試過向一啲網媒啊或者係學生記者咧發限聚令告票嘅。係。咁你自己點睇咧？即係有冇試過因為咁收限聚令告票啊？我就本人冇試過，但我就係即係見過好多學生傳媒或者網媒出嚟採訪，就俾人開咗限聚令嘅，即係點樣去辯解都冇用。係。咁你覺得即係既然係即係頭先講到就係削弱新聞自由嘛，但係警方嘅講法就話喂人數好多，阻礙警方工作啊乜乜啊，你自己點睇咧？我覺得本身即係。警方的任務之一，即係除了佢話鎖嚟出嚟，鎖嚟出嚟要維持個秩序，咁其實佢都要，即係咁係一份出糧嘅工作，咁佢就好應該去，除了去維持呢個社會治安個秩序之外，都要保證傳媒係有呢、這個採訪自由嘅，咁我係咁覺得嘅。明白，好，唔該你，陳小姐，唔該曬。
去了另一邊啊？係啊。點解啊？我唔知喎，你問下阿 Warren 佢點解啊？阿 Warren 啊，葉偉倫，識唔識？分類咧就有部分 check 完證之後咧，就可以過嚟我哋即係同埋其他主流媒體啊，就企喺同一個跨咗喺另一邊嘅採訪區啦。咁但係咧有部分咧小部分咧就要需要向彩明嘅方向咧係離開，唔可以過嚟。因為他們呢有一從我們初頭有些同家過去的，就中新聞嚟嘅，頭先個女仔係，即係啱啱最遲放出嚟中新聞啦，跟住有讀媒啦。咁依個咧仲查緊呢個白衫呢個咧就唔知道啦。但係佢最後係冇事放翻出嚟嘅，即係佢只係 check 咗陣，佢最後冇限聚令嗰啲嘅。我哋問下啦，即係其中有兩個中新聞嘅記者啦，咁咧就係 check 咗好耐啦，咁啱啱被放行翻過嚟，我哋而家唔可以出去嘅一個所謂採訪區啦。你貴姓啊？點啊？姓周。周月周。周生可唔可以講一講，即係頭先點解警方 check 你哋咁耐？即係本身中新聞都，我嘅認知就多人識嘅，其實都佢點解會 check 咁耐？係咩事咧？我估係因為我哋有報咗中新聞個名嘅，咁佢。第一次聽咧係唔係應該唔係好知啦。佢話就等陣先，陣間會再 check 多次，咁就拉咗我哋去即係嗰邊等一等，跟住逐個咁 check 啦。跟住佢過咗一陣又再問我哋邊間，咁就中新我哋報咗中新聞啦，又再跟住佢話中新聞，
哦，唔係，係中新聞，即係佢個發音係中新聞啦，即係唔係好，應該唔係好識，真係中新聞呢個媒體啦。咁我見佢應該係用手機 mark 低咗我哋個 media 之後咧，過咗一陣咁就同我哋再 confirm 一次就放我哋走咯，就冇講過程係冇講任何嘢咯。即係有冇話要求，即係可能抄佢哋個人資料啊，或者係有冇話警告限聚令你啊之類嗰啲咧？係冇嘅，中間冇任何其他對話咯。就咁樣嘅啫。就咁嘅啫。點解會搞咁耐？即係頭先講到，即係警方其實你覺得係咪即係似乎喺好似區分緊一啲傳媒咁樣？我感覺係即係佢都係就今日修改即係警察通例嗰個事件去試下水温，睇下今日大家傳媒對於呢件事嗰個反應，或者大家對於呢件即係對於呢件事反應係點？日後佢可能就係咁樣繼續執行佢呢個咁嘅行動咯。即係你覺得佢依家即係試水温咩？即係本身之前做衝突嘅時候，佢拉嗰啲橙帶啊、限聚令啲學媒啊、網媒啊，即係嗰啲唔係。即係你自己對於即係都係網媒啦，你。你對於警方今日修改嗰、那個佢哋嘅新傳媒定義，你即係點睇咧？咁梗係即係佢自己話改就改，即係起碼冇同嗰四個我哋傳媒工會係傾過，即係冇一個同業界有一個共識，佢自己就決定去咁改啦。咁自然梗係我哋唔會同意咯。咁完全係即係由佢去定義咩叫媒體咁。咁完全係違反咗我哋本身應該有嘅新聞自由、採訪自由咯。所以我覺得係絕對唔會同意即係警方今次嘅做法。你認為警方呢一個即係我哋口中限制傳媒採訪嘅做法，你覺得係其實真係協助緊傳媒採訪啊，抑或係其實限制緊採訪自由咧？你自己點睇咧？好明顯唔會係即係。協助緊我哋啦，以往咁多次嘅做法都係用佢嘅做法，即係封鎖線有幾遠得幾遠，咁又安排佢自己係即係叫做可信任嘅媒體可以入到一啲地方去採訪，咁我唔覺得佢今次做法會可以係同以往係改善得幾多咯，我覺得反而係倒退咯。咁日後會唔會都？即係你就話倒退啦，咁即係應該預示到日後出嚟採訪會更加多嘅限制啦。擔唔擔心因為咁即係被捕啊、食限聚令啊之類咧？我比較就擔心即係一啲真係唔係佢警方認可嘅一啲公民媒體，佢哋嘅採訪自由會真係進一步係受到局限，先至會慢慢就到我哋一啲。比較知名媒體，始終我哋採訪自由係要有好多唔同媒體，即係有唔同嘅媒體可以參與，先至係一個真嘅自由啊嘛。咁如果佢由佢揀嘅話，咁自然一啲係非法佢嘅角度係會非法佢嘅一啲媒體係可以報導啦，可以出街啦。咁一啲公民媒體咁自然慢慢就會。喺呢個限制之後退咗落嚟，咁大眾嗰個知情權就慢慢就會被削弱咯。即係唇亡齒寒啦。係。明白，唔該曬你，周生，唔該曬。佢係咪限聚令啊？定係點啊？咁高喎！即刻我放，走啦！咁我哋呢度係解封未嘅，但係我哋一定要長期喺呢個窿入面。咁咧，依家睇咧就喺 DI 出邊咧，被警方截查嘅記者咧，基本上咧就入曬咧依一個橙帶窿嗰度，呢個框框啊，咁就唔俾出去。咁咧，只係基本上查完之後咧，先可以嚟依一個櫃框框嘅。亦都有少數咧，就需要向彩明嗰邊個方向咧係離開。咁唔知會唔會咧解封翻呢個框框啦？定係抑或係佢覺得係即係記者就只能夠喺呢一個框框嗰度影，定係點？其實咧現場就大家都見到咧，就冇人係聚集嘅，即係講緊冇悼念嘅市民咧係嚟聚集嘅，即係可能一兩個行過鞠躬獻花，跟住就走㗎啦。咁然後咧單車徑呢度咧就係啲路人啦、途人啦。
其實我哋如果想出翻去嘅話，其實應該會唔會俾佢講翻入嚟？即係我覺得應該有機會俾佢講翻入嚟，因為本身就冇劃咗個採訪區嘅，即係因為都係一個公眾地方啦。咁有部分咧就過咗去九巴車長休息室嗰度嘅，就未走嘅，但係就冇獲安排入嚟橙色框框嘅。因為 FMLC 就走咗啦，證就查完噶啦。即係因為如果你鎖住啲記者喺呢個框框咧，其實就即係都採訪唔到啦，即係做唔到任何訪問嘅。即係大家啲記者企埋一齊冇意思噶嘛，係咪？哎呀，我攬住。哎呀，踢到我啊！我想，因為咧頭先就有少量嘅行家咧，就係俾喺 DI 出邊咧，俾警方查完證之後咧，就都查咗一段時間嘅。咁然後見你係已經係最遲嗰一兩個嚟㗎啦。可唔可以講一講你所屬嘅傳媒機構啦，同埋頭先係發生咩事咧？咁我係嗰啲自由攝影師嚟㗎。咁咧就有陣時會幫一下啲網啊，幫一下啲外國嘅頻道咁啊，登一下啲。或者我自己啲生活頻道咁啊，登一啲古靈精怪嘅片上去啊，同埋譬如話依家啲時事嘅片咯。咁二來就係、是、會寄投稿咯，投稿譬如 freelance 你哋蘋果啲特發啊咁樣嘅新聞咯，係啦。即係 freelancer 嘅記者啦。係啦，係啦。咁即係冇一個固定嘅傳媒機構。聘用啦，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冇一定噶，係啦。即係今日咧，警方就 PPRB 咪出咗個信嘅，就修改咗佢哋嘅傳媒新定義噶嘛。你自己點睇咧？非常之不滿。係不滿啲什麼咧？即係對於我哋譬如話 freelance 嘅朋友，或者自由工作者，同埋另外一樣嘢，唔好話自由工作者啦。咁啊，譬如我哋有好多同行入邊咧。他們本身是喜歡、走來走去的，他們都是做一些、自由工的，或者他是沒有一個所屬特定的、叫做傳媒機構，是的，傳媒機構的，或者做網媒的，那他就去打壓這樣咯，是的，是的，那、而且我都今天給他第二次咁啊捉住噶啦，已經係啦。係點樣咧？即係第一次係本身係咩事？跟住即係其實有冇話限聚令你？又或者係其實今日因為佢就冇講得好清楚話嗰個新定義咧係幾時做嘅？咁今日其實係咪已經執行緊佢哋嘅新定義咧？係點樣咧？嗱，第一次咧，佢喺 HotCon 咧已經係警告緊我哋啲網媒啊，同埋一啲唔係咁，佢哋冇喺名單入邊嘅媒體咧，
就叫我哋就唔好喺度搞住佢哋或者阻礙佢哋行動嘅。咁我其實由始至終我哋都冇阻礙到佢哋警方嘅行動。我哋只係報導翻現實真實最一手嘅資料，同你哋譬如話蘋果啊其他嘅媒體或者 RTHK31咁樣一齊去報導現場嘅情況。而我唔明白點解警方佢依家就係用緊呢一樣嘢，佢就話我哋去阻礙緊佢嘅行動咯，係啦。即係你會唔會影響到你日後出嚟採訪嘅情況咧？你覺得都會嘅，因為佢警方喺度不停用緊咧，就係言論啦、新聞嘅打壓啦，同埋好似所謂嘅新聞自由嗰個打壓啦。二來就係仲有一個，其實有幾樣㗎。我今日我啱啱醒唔起有一個叫做係喺記協入面嘅。咁同埋我哋咧，好想同警，即係想喺呢個機會想講咧，就係話我哋譬如話 freelance 嘅記者或者特約嘅記者咧，嗰張記者證咧好多時都係一日一日咁簽嘅。咁冇辦法。咁有陣時候，譬如話我哋真係要跑個新聞，跑個乜嘢嘢。咁啊，都好辛苦，咁啊，唔會即時可以人哋簽到俾我哋，咁我哋都冇辦法，咁啊，即係會用 PPA 張證頂住先嘅。PPA 都未必簽得切啊，有陣時都。Okay. 即係我哋譬如話，今日呢單，做得到，跑得到喺附近嘅，跑得到，咁啊，就做埋啦。做埋啦，咁啊，咁啊，嗰張譬如話，好似嗰張證係琴日嘅，咁。冇理由用琴日嗰張噶嘛，係咪先？一用咗，俾佢哋 check 到，咁我就賴嘢，因為我曾經試過就係俾警方係啦，你過咗期喎，唔得，咁我哋唔可以做呢一樣嘢啦。係啊，二來就話記協入邊有一個守則，就係話唔準用一個過期嘅，譬如話我哋 freelance 又好，長期嘅準即係個會員又好，都唔可以咁樣做噶嘛，係啦，就係咁咯，即係要遵守翻記協嗰個守則啦，係啦。咁你自己對於警方今日單方面咁樣出咗呢個信咧，即係接記協嗰啲咧，或者記協咧事前其實都話唔知情咁樣啦，即係其實都係 PPRB 單方面就公布呢一件事嘅，即係。一路都有風聲就話政府想推官方發牌啊，又或者係係 啊，呢、這個真係，但最後變咗唔係，即係變咗最後就唔係 GIS 去做呢件事啦，即係某程度上唔係政府去做呢件事啦，就係警方修改佢哋嘅警察通例啦。係啊，即係咪其實已經一早預示咗，抑或係點樣咧？你自己點睇咧？其實咧，我哋其實有個諗法就係、是。即係都其實已經係有一個預知都會有呢一個咁嘅日子來臨咯。咁而有呢個日子來臨咧，但係就諗唔到係咁快咯。即係起碼都大家警方又好大家全各個媒體也好，咁攞一個共識先咯，大家。但係依家連共識都冇，咁我哋好混亂，其實都。明白，明白，唔該曬你，唔該曬。我差咗唔夠個字。我想問可唔可以問翻今日係跟負責邊個嘅事啊？我係跟翻我自己嗰個員工，咁我自己係我跟翻我自己有嘅。哦，即係自己網，我可唔可以透露網號嗰個？我自己個網號係一個就係做中心大九個三。即係你今日係代表大舊區生活工作坊，但係平日都會做一啲可能係例如主流機構嘅 freelancer 咁樣嘅 ，OK。咁二來就話，我亦都會喺其他地區工作。上述嗰啲都揾到都係有啲同一啲嘅食邊區嘅，咁啊揾到都好豐富啦，比較中意啲咁。你係點樣記者或？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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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多媒體記者噶嘛，依家係啊係啊。登記。啊，咁可以留翻個位置。即係登記，嗰啲係咪唔使登記？多謝。登記。唔該曬。我哋喂，佢登記咗。係。咁咧講翻咧喺調景嶺之尊嘅對開咧，其實咧警方咧喺八點零鐘嘅時候咧就截查曬所有在場記者嘅記者證啦。咁啱啱亦都有同一啲即係點解查得比較耐嘅記者傾過啦。咁基本上而家咧就主流媒體咧就俾人框咗喺嗰個橙色帶帶嗰度嘅，咁就應該可以出嚟嘅，因為我哋頭先都順利出咗嚟做訪問啦。咁至於咧嚟獻花嘅市民咧，其實就明顯係少咗好多噶啦，即係基本上都冇乜見到咁滯。咁見到喺原本獻花嗰個位置嘅巴士站啊，周邊啊，其實都企滿咗軍裝警員啦，同埋便衣警員嘅。而附近天橋啦，同埋馬路口等等咧，亦都咧係有警員戒備。咁現場咧暫時係平靜嘅，直播咧先係暫時嚟到呢一度，請繼續留意我哋嘅即時新聞。咁啊，咁你就企咗個蛋喺三面，佢睇到嘅。